有请下一组选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嘻哈爆破108宿舍。去年呢，我们就已经参加了组团上春晚的栏目，叫 BDB 啊，所以我们的节目就被飘飘飘毙掉了。但是今年我们又来了，哎，别看在发量上我们输于了去年，但是在体重还有作品上，我们远远没有超越去年。对，这个超越了去年。那么东北版的口号是什么呢？简直走，别拐弯，顶到头。你在这儿等着我回来，哎，等着我的，等着我的，等着我啊。我来跟大家分享孕期经验的这个时间了，啊，这个时候啊，怀孕期间一定要注意什么呢？营养，不但要注意自己的营养，还要注意宝宝的营养。看见我了吧？怀孕已经俩月了。爸，您这是干嘛呢？您怎么还怀上了？这不帮你顺词儿呢吗？你说人小王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咱们干，都上点心。再上心，您也不能怀上啊。要怎么说，好好给弄就行了。哎，哎呀，我先出去买点菜啊。人小王说待会上家来给送定金，这就定下了。对对对，那个晚上留人吃个饭。那必须的。好好谢人家。哎，好。你得练，你那个什么，小王给你买那个防辐射那个衣服呢？哎呀，就在屋里呢，赶紧穿上，好好弄啊！哎，放心。哎呀，那您慢点啊！啊，行行行行，哎呀，慢走啊，爸。哎，还不超市，还不买菜，哼，超市买菜。哎呀，出门工作整半年，今天终于把家还，分别的日子不好受。秀。这次回来呀，我都没跟我媳妇儿说，就想给她一惊喜。妹儿，没人儿。亲爱的粉们，大家好。在家呢，给她个惊喜。亲爱的粉们，大家好，又到了我跟大家分享孕期经验的时间了。关于饮食方面呢，一定要特别注意了，不仅要保证自己的健康，同时还要关注宝宝的营养需求。今天是我怀孕第二个月了，千万不能受到惊吓哦。谁的呀？谁呀？老公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刚才吓死我了。嗯，我还吓死宝宝了呢。对呀，吓死宝宝了。哎，老公，我跟你说个喜事儿。这是喜事儿啊？我问问，我出家多少？不是，我出差多长时间了？半年呢？中间回来过没有？没有。谁的？这个呀，黄哥的。哎呀。